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文中的字，只有老夫能够翻译。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要你们俩成亲。一起练就一起练，但为什么非要成婚？必须成婚呐！我主夫人没说必须成婚。是啊，好，我们成亲。你说这燕姑娘不是和白公子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会儿听着像是要嫁给龙主了？你们个臭老头，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你俩成亲就别叫我啊，我是不会去的。让开，让开！听这个动静，莫非你把整个龙骨都搬过来给燕姑娘了吗？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，对燕姑娘会不会不太尊重？她会喜欢的。这些都是赵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于是我负了你，我早该还你。那我借你一颗，等以后我再把真的那颗。幽冥符你必须拿到，我一定会让你好好活下去。天佑，这一路上你虽然三番两次的害了我，但是你也三番两次的救了我。站在我身后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你们这有本奇书叫做幽冥符，里面记载的方法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我也知晓取幽冥符需考验两人默契，我可以随你去取幽冥符。不用了，我做不到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，论默契，我胜于白小生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你在干什么。我在洗澡。他喜欢看人洗澡。哼！你有病啊！我们还是想办法，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是十二月间。以北斗七星之斗柄，姚光星所指的位置而建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季节，会分别指向十二辰，也就是十二月间，就是十二个月份呗。正月见寅，二月见卯，三月见辰，四月见巳。我手上的三就是三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必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小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三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，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药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哦，天药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药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白道素衣肯定是做了什么刺激他的事，他才会如此。那素衣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，他杀了云云。来到故事终点，云云，那个你们进来的小道西边的山壁上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，能治灼伤。住着你的地方，
别难过了。抱歉，燕辉姑娘。何必追赶这句点，思念在一瞬。我总算明白，原来那天晚上天要刺我心口，掏呼心里，也是无奈之举。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素颜，我或许应该原谅她。萧真人果然名不虚传，我已在此久候多时。我喜欢你。我觉得他配不上你。你既也被黑气所困，不如我也帮你一把。你这是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他可不一样啊！你这一刀下去，我可能就没了。燕辉，他这个人杀心真重，他又不会真的杀你。燕辉，希望学会身体后，你这一生都能平安顺遂。我这算是被他拒绝了吗？我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等他。在等我吗？你又来了！哎呦！哎，你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神出鬼没的出现。这几天他们都待在一起，他不是已经情根深重？龙主，你帮进去取剑吧，我们来负责把这两个灾星赶出龙谷。龙主冷漠又强大的样子真帅气，你看狗狗开心。你认真点。我很认真。从前有一名隐士叫北郭先生。燕辉，你越界了。我知道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，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是又如何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龙骨。那不就是你的老家？你要带我回老家啊？吃你的饭吧。天要背负了这么多，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燕辉，
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起点，该如何不谢你？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一定要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就是了啊。这龙骨原来这么漂亮，你喜欢吃什么吃什么？我不喜欢吃。啊，还有人不喜欢吃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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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个，你喜欢喝什么？露珠吧。露珠。你最喜欢的颜色呢？没有。黑色，黑色是不是？你总是穿黑色的。啊，今天没穿。黑色。天瑶，在我们玄门，只有丈夫才能给妻子梳头。我喜欢上他了，我已经喜欢上他了，我完了。此处为何如此奇怪？先是有荆棘将大师兄拉进来，而后我手上天要留的绸带也不见了，还有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姑娘在这儿。你这儿的墓碑不会都是真的吧？都是墓，操办后事我可是专业的。阿生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捉迷藏开始，在我数到100前找到我，否则你们都得死。你怎么还不来找我？杀了他。烟魂，